我哋入得去啦。诶 ，Sandy， 你又为一个仔啊，做我接班人啦，带你睇过。诶，呢间铺嚟嘅咩？咩保龄球场嚟嘅喎？讲笑啫。我都系讲紧间铺，四面归边，又大又深，又长啫。诶 ，Jenny 咧，快啲搵啦 ！Jenny， 喂 ，Jenny。Danny, where are you? Danny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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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 to papa!果然去到边都揾到食啊！睇部快活王啊，大个仔有知啊，做铺王啊！长沙环青山道195号地铺连阁楼招租，地铺建筑面积约1050平方尺，阁楼约850平方尺，门面阔约13尺，铺内阔约15尺，深70尺。该铺将为新租客提供5大优势：优势一，交通便利，距离长沙环港铁站只需3分钟步程；优势二，民生旺段。物业邻近多间食肆及大型超市，是当区居民必到的生活热点。优势三，特大面积，铺型施正，深度十足，更附设阁楼，空间充足。优势四，配套齐备，铺内附设来去水、3上100A电及洗手间，适合各行各业进驻。优势五，人口增长，铺位位处区域正在急速发展。附近最少有8个市建局及私人发展项目相继落成，例如东京街29号的恒大瑞丰将于今年第3季入伙。该铺将受惠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动力。铺位现正招租，适合各行各业。铺位现叫租75000元全包。今次狗都出埋场啊！大家都看到间铺又长又深，2层添，做乜都得，帮你 serve 多啲客人得。我哋摆多啲货，亦得。得咗，大家租铺快啲嚟揾我哋啦 ！Sammy， 我快啲收工。